女士們都要懷胎十個月才可以誕生 BB 帶她們這個世界，所以天下的母親都非常之偉大的。但其實女士又是怎樣可以懷孕呢？今天就請來婦產科專科的醫生鄭曉儀醫生。你好啊 Dr. Chen。 你好啊 Vincent。 你好啊，我們首先就了解一下，其實一個女士如果想懷孕的話應該怎麼做，或者其實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呢？咁我哋講一講解佢哋懷孕嗰個過程先啦。咁呢度就有一個儀器道具嘅。咁咧，通常一開始每個女士比較好啲。OK， 好，每個女士咧，其實每個週期都會定期排卵啦。如果週期準嗰啲，咁一般上嚟講，卵巢喺呢一度，咁啊排咗個卵子咧，就會去咗個輸卵管嗰度。咁就會喺輸卵管嗰度前進啦。去到輸卵管中間嘅位置咧，咁啊當佢遇上精子嘅時候，就有機會結合啦。咁結合咗叫做受精卵啦。佢喺跟住落嚟嗰36個鐘咧，就會一路進行分裂，一路向子宮前進嘅咁佢分裂就譬如一邊二，二邊四，四邊十六咁樣一路變落去啦，一路變一路行，去到子宮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即係黐住個子宮內膜，跟住就繼續生長落去嘅。咁呢個過程我哋就叫做著床咯。啊，咁啊，鄭醫生我哋大概了解咗啦。咁但係想問一下，其實如果想成功懷孕啦，有冇話需要符合啲咩健康上嘅條件啊咁樣㗎？最主要就是要有一個規律的周期啦。一開始，因為規律的周期代表佢識得排卵，或者一個唔規律的周期咧，有時佢哋即係排卵唔係好理想，咁變相佢哋成功懷孕的機會率就會開始變相低咗好多。咁當然唔係完全一定唔會懷孕啦。就算唔規律的女性，即係周期唔規律的女性都有機會懷孕嘅，但係個成功機會率低啲咯。咁識得排卵，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個輸卵管要暢通先。如果唔係輸卵管，譬如有啲阻塞啊、積水啊嗰啲情況咧，咁個卵子就去唔到個子宮嗰度，變相就著床唔到啊，或者遇唔到精子做唔到胚胎啊咁。咁第三樣嘢就係去到個子宮內膜嗰度咧，要有一個健康嘅子宮內膜啦。咁譬如話，如果子宮內膜本身有啲其他問題，例如子宮黏連好多嘅咁變咗個內膜唔健康就唔適合著床，咁變咗其實都會減低嗰個成功懷孕嘅機會率咯。I see。咁最尾就係當然要睇翻男士、女士有冇自己本身有啲咩病患啊。咁如果佢哋基本上有啲長期病，係可能長期食緊藥嘅，或者本身佢哋嘅病係唔適合去要小朋友，對佢哋有危險，或者對將來嘅小朋友有危險咧，其實都要問清楚醫生，做少少準備先再去懷孕嘅。I see。咁所以其實自身嘅身體健康係非常之緊要啦。係當然。咁同一時間要考慮一樣嘢。就是、其實香港人或者現今的都市人都越嚟越遲結婚啦，亦都越嚟越多出現高齡產婦的現象出現啦。可能其實點樣為之係高齡產婦咧？同埋有冇話高齡產婦會有啲咩嘅風險呢？傳統的定義我哋講高齡產婦是35歲之後啦。咁其實我哋一般定義不育或者不孕咧，我哋講緊其實係。兩夫婦好努力地嘗試咗12個月啦，咁都未成功有小朋友嘅話咧，咁我哋嘅定義就叫做不育嘅。OK。咁通常35歲留下咧，我哋會建議真係試咗1年都未成功啦，咁就可能諮詢一下醫生，咁啊有冇嘢可以幫到啊咁。咁如果35歲以上嘅女性咧，因為始終個生育嘅機會率開始差啲，咁變咗可能試譬如6個月，如果都未成功，可以早少少去揾醫生傾呢個問題。咁點解界定35歲咧？主要女性嘅卵子啦，數量方面同埋質素方面，卵巢嘅儲備其實喺35歲打後係會急劇下降嘅，咁所以變咗點解嗰個高齡產婦嗰個定義係定咗喺35歲？其實唔淨止女人嘅，男人其實年紀大都會有機會影響嗰個精子嘅質素啊、數量嘅。咁但係只不過傳統嚟講，我哋成日都講女性嗰、那個問題比較大啲咁解嘅啫。我都想問多少少關於高齡產婦呢一個問題啦。其實嗰樣嘢個風險其實唔單止喺媽媽嗰度，其實會唔會都影響埋 BB 出咗世之後嘅健康呢？其實高齡產婦在媽媽嗰度就當然有個影響，就是難有小朋友啦，或者有了之後相對地容易啲流產，畸胎風險會大啲，懷孕期間啲妊娠糖尿病啊、妊娠高血壓啊、毒血症呢啲風險會大啲。咁對於 BB 頭先講咗畸胎個風險，點都會比後生嘅時候那個風險會大咗噶啦。當你年紀大啲嘅時候，咁另外 BB 其他嘅風險主要都係嚟自媽咪妊娠期間嘅頻繁。
症，例如即係譬如妊娠毒血症嘅話，有機會要早產啦。咁早產對於 B B 都係一啲風險啦。咁主要都係嚟自喺呢啲即係嘅層面上咯。係。咁其實如果即係個女士真係有咗啦，即係懷孕啦，其實會有啲咩先兆俾佢知道咧？一般上嚟講，就一開始係通常第一個徵兆就係冇嚟經期啦，尤其是對於周期準嘅女性。咁如果冇嚟經期，就可以去驗下孕，睇睇會唔會即係已經有陽性嘅反應啊咁。咁另外有啲女士可能係即係早期已經有一啲症狀，例如可能成日都覺得好攰、好攰、嗜睡啊，又或者可能下腹有啲微微扯住痛啊，甚至有啲人可能係有少少即係陰道出血，不即係唔正當嘅出血、唔正常嘅出血啦咁。另外就係隨住個子宮開始大嘅時候咧，有時壓住膀胱，開始小便開始覺得頻密。陰道分泌開始增加，咁呢一啲都係一啲早期懷孕嘅一啲徵兆嚟嘅。咁啊，鄭醫生咧就同我哋講咗一啲懷孕初期嘅徵兆啦。但係好多時候咧，如果女士即係懷疑自己有咗咧，都未必會即刻去揾醫生嘅，反而就會買一個驗孕棒去 check 一下先啦。咁所以今日啊，鄭醫生你係咪會準備一個少少嘅demonstration 俾我哋咧？係啊，我哋一齊試一下啦。今日咧，鄭醫生就準備咗個小示範俾我哋啦，就係呢個驗孕棒啊嘅正確使用方法。咁啊，麻煩 Dr. Chang 啦。好，咁今日帶咗咧就有一個驗孕棒啦。咁就另外一杯水就係扮小便嘅。咁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驗孕棒牌子嘅，咁所以做嘅方法都有機會唔同。咁所以都會建議翻咧，各位女士就睇翻清楚個說明書咁樣去到做嘅。咁我哋今日個小實驗咧都係將個驗孕棒擺落去，咁就最緊要跟翻指示啦，睇下要即係等幾多分鐘先至睇嗰個結果嘅。咁呢一個就係有機會會發生的結果啦，相信大家過了呢個疫情都很熟悉的啦，咁其實咧就呢個係冇懷孕陰性的結果，咁呢個就是陽性兩條線的結果咯。咁最緊要睇翻，咁通常很多牌子都會有一個 C， 即係 Control T 係 test 咁樣啦。咁 Control 即係話呢條棒是 work 嘅，即係你個報告是正確的咁樣咯。咁就咁樣睇翻嘅。咁當然喺睇下呢個報告啱唔啱之前，最緊要就要睇翻嗰個驗孕棒本身嗰、那個日子會唔會過咗期啦？有時如果佢本身過咗期嘅個 shelf life， 咁基本上就唔好用嗰支啦，過期驗孕棒。咁另外就係跟翻指示睇翻幾多分鐘去睇呢個報告，因為如果太遲睇嘅話，或者第二日先睇嘅話，其實都唔準確嘅。好啊，咁同埋鄭醫生你都講過話，其實驗孕棒都有好多唔同嘅牌子，甚至可能係使用嘅方法啦。會唔會話我買個貴啲嘅？就一定零射準啊？有冇呢一門嘢嘅咧？其實大家嘅方法都係我嚟偵測嗰個懷孕荷爾蒙，即係喺尿液裏邊嘅懷孕荷爾蒙嘅啫。咁都大同小異嘅，所以理論上咩牌子都冇乜太大關係嘅。OK， 咁同埋因為都講過咧，其實經過疫情，我哋都好識睇到陰性陽性啦。其實會唔會佢都好似驗呢一個肺炎一樣，都話一定要過咗一個 certain 嘅時間先至驗得出咁樣嘅咧？會唔會有假陰性嘅咧？會嘅，所以通常我哋會建議，譬如如果真係miss 咗一次經期，之後可能等一兩個禮拜，咁跟住先至驗咧，當時嗰個尿液裏邊嘅懷孕荷爾蒙開始比較高嘅時候，就會準確啲。因為你太早驗嘅時候，有時會有假陰性嘅情況出現，因為佢個懷孕荷爾蒙未去到咁高嘅水平。好，唔該曬鄭醫生嘅示範。在一般的情況之下，人類的懷孕期間大概是280日的，大約是9個月左右。而平時我們說懷胎10月，其實是按照28日一個月這樣來計的。但是也有例外的情況出現過。40年代美國有一位媽媽，她當時大概20多歲，她竟然懷胎長達1年零10日，她成為了全世界懷孕期最長的媽咪。佢嘅 BB 咧就喺1945年咧順利誕生喺呢個世界上面啦。但係佢喺媽媽個肚入邊雖然住咗一年咁耐啦，但係佢嘅體重只有3公斤左右，其實比一般正常出世嘅 BB 輕好多喎。幸運嘅係佢嘅發育咧都非常之健康健全嘅。當時咧都有唔少人質疑呢件事嘅真偽嘅，覺得媽媽其實會唔會係懷孕咗兩次，但係佢只不過喺中間嘅時間會發現冇咗個 BB 咋？但係幫佢接生嘅醫生咧，亦都提供咗好多嘅醫療數據同埋好多嘅報告啊，去證明呢件事嘅真實。所以你哋又覺得呢件事係真定假嘅咧？
嗱，咁相信大家都聽過阿媽講嗰句嘅，就話生嚿叉燒都好過生你啊！因為其實阿媽咧要懷我哋咧，真係好辛苦，成日都話懷胎十月啊嘛。但係其實係咪真係 exactly 十個月嘅咧？佢嘅周期大概幾耐啊？通常我哋講緊計周數咧，就係由你經期嘅即係最尾一次經期嘅第一日開始計。咁講緊真係 check 到有 BB 嘅時候，好多時都已經係即係四周嘅時候㗎啦，咁樣。咁其實一個懷孕咧，真係 BB 喺胚胎嘅層面上啦，三四個禮拜到咧，嗰啲腦部啊、脊骨啊、心臟已經會開始慢慢準備發展㗎啦。三四個禮拜就已經有㗎啦。係，但係其實超聲波上咧，就應該六個禮拜到，我哋先至會見到 BB 心跳嘅。係。係啦。咁通常我哋講緊九至十二週啊，啲手指腳趾就開始喺度形成緊啦。十二週你就會見到就係開合咁樣㗎啦，啲手指咁樣。同埋咧，阿鄭醫生，我成日咧而家上網睇嗰啲短片咧，而家會有嗰啲氣球啊，你篤爆佢就有粉藍粉紅色，就係 gender reveal 啊嘛。咁其實 BB 仔又話要經過幾耐先至知道佢照得出佢係男仔定女仔咧？如果講照超聲波，其實最早咧，其實十一至十三週有時都會見到嘅。咁但係因為佢好細，有時會遮住咗啊，或者佢嘅位置基本上都唔係睇得好清楚啊咁。咁所以一般嚟講，如果照超聲波嚟講比較準確咧，係譬如十八至廿二週照結構性超聲波嘅時候，咁就會比較準確啲咯。係，而個準確度其實都係睇下佢嘅生殖器官定係點樣去判斷。係啦，都係睇生殖器官嘅。咁當然有啲市面上新啲嘅科技係譬如抽媽咪血驗 BB DNA 嚟到。睇下男女啊嗰啲，其實就再準確啲，但係嗰啲就即係十週到其實就已經知㗎啦。不過嗰啲就要抽血咯，就唔係靠睇超聲波咯。咁另外一般上咧，就我哋講緊譬如媽咪真係感到胎動嘅，就講緊可能係十七至廿二週呢啲時候。咁通常第一胎就可能真係挨近二十週到先至 feel 到嘅。咁嗰陣時就話佢伸懶腰啦，咁就 feel 到佢個肚皮喺度喐一喐咁樣樣。OK。係啦，咁啊頭嗰幾次可能唔係好知道。到搶喐定係 BB 喐啦，咁但係即係通常二十週到咯。咁但係通常一啲之前即係唔係第一次懷孕嘅，可能第二次啊，甚至第三次，媽咪就會敏感啲，可能十七週啊已經會 feel 到㗎啦。咁係咪就係呢啲時候就要開始俾佢聽下莫扎特啊，或者要胎教啊？其實係咪真嘅咧？你可以嘅，但係都冇咩真係真實嘅研究話可以真係幫到好多。咁當然即係媽咪做咗呢啲嘢，媽咪開心其實就 OK 㗎啦。咁啊 ，Doctor Chang 我又想問一下我媽咧成日講一樣嘢嘅，佢話咧佢嘅哥哥即係啲舅父咧就好白雪雪，因為咧我婆婆咧起初成日就飲牛奶嘅懷第一胎，但係生到媽媽嘅時候咧就已經成日飲奶茶飲咖啡，所以媽媽成日投訴自己皮膚黑啊。咁其實一個懷孕嘅女士，佢嘅飲食係咪真係咁影響個 BB 嘅咧？其實懷孕期間有些人甚至講話啊，中意食辣嘢，小朋友第時出世就好中意食辣嘢，其實就冇咩證據係有關聯嘅。懷孕期間我哋主要都係要注意翻一啲健康飲食啊，注意翻一啲唔應該食嘅嘢，譬如飲酒，我哋就一定建議唔好㗎啦，因為酒係冇一個安全嘅水平嘅，咁所以酒我哋建議完全唔好飲啦。咖啡嘅話，咁我哋通常我哋講緊個 limit 一日係200毫克咁樣，即係講緊譬如即沖咖啡一日，譬如100毫克左右啦，或者一啲真係即磨嘅咖啡咁啊，一日一杯到咯，因為百幾咁樣咯。咁另外就避免一啲高糖嘅嘢啦，咁因為高糖嘅嘢容易引起妊娠糖尿病啊，有機會影響 BB 過大啊，難生出嚟啊。同埋最主要要注意一啲食翻啲乾淨啲嘅嘢。係咪生冷嘢都唔係咁好咧？主要生冷嘢驚佢有細菌，咁如果有細菌嘅話，真係可以影響 BB， 即係最常聽嘅，可能譬如有啲李斯特菌啊，咁嗰啲真係可以引致到早產，甚至影響 BB 即係胎死腹中，咁呢啲都有嘅嚇。咁所以要注意翻一啲即係凍嘅嘢，就真係要避開，食啲啱啱煮熟、啱啱煮起嘅嘢。一般人可能未必都知嘅咧，就係譬如有啲 parma ham， 即係嗰啲巴馬火腿啊，沙洛美腸啊。如果未經煮熟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本身係生醃嘅，咁變咗就會有風險喺度咯。如果真係要食嘅，可能真係要焗熟佢，咁先至食就會安全啲。如果唔係真係細菌感染嘅時候，就真係可以影響 BB 早產啊、生命危險啊咁樣。其實好多嘅懷孕媽媽啦，都會有 nausea， 即係好似想作嘔咁嘅感覺。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呢？
其實懷孕早期，因為係嗰個懷孕荷爾蒙升得好快啦，所以會有嗰啲作嘔作悶嘅感覺啦。咁呢啲感覺一般上嚟講咧，大部分人其實去到14至16周到，咁就會開始好翻啲㗎啦。咁佢哋最常發生其實就係朝早一起身啦，咁所以叫 morning sickness 啦，或者就係空肚空得太犀利嘅時候。咁所以一般上我哋都會建議翻啊，保持翻心境開朗啦，少食多餐啦，咁啊，盡量避免成日都即係空住個肚咁樣咯。咁或者避開一啲個太太成日都感覺到好唔舒服嘅，例如一般上有啲人會比較驚油膩嘅食物啊，有汁嘅食物啦，咁所以可能食翻啲乾身啲嘅嘢，例如啲餅乾啊、麵包啊咁樣咯。咁懷孕孕吐都常見嘅，咁但係唔吐就唔代表你唔正常嘅嚇。咁所以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有孕吐先至係一個正常嘅懷孕嘅。咁同埋就如果真係吐得好犀利嘅時候，有時真係會驚影響身體電解質啊、脫水啊呢啲，咁所以都會建議，如果真係孕吐嘅，可以其實揾翻醫生開翻一啲懷孕安全嘅止嘔藥啦。如果真係好嚴重嘅話，甚至可能要即係吊翻鹽水，補充翻啲水分，短暫幫你即係過咗呢段時間先。但係咧，好多媽媽都會因為有 BB 啦而有壓力，咁所以可能會有產前或者產後嘅抑鬱症啦。其實好多時佢嘅成因啊，或者影響係咩呢？其實都成因都包括好多方面唔同嘅原因嘅，咁有時可能真係懷孕期間嗰啲荷爾蒙嘅轉變啦，令至到即係太太第一即係有時可能焦慮多咗，又會擔心啊，即係駝住會即係已經去諗定之後下一步啊，會即係之後好唔舒服啊，生完出嚟係咪要即係點樣湊啊，有冇經驗啊？咁一般上我哋見到咧比較容易患產前抑鬱嘅女士，可能係本身佢哋自己本身有情緒問題啦，例如可能譬如本身已經患有譬如強迫症啊、焦慮症啊呢類係容易啲，即係再進一步即係惡化嘅個情況。咁一般上我哋都會建議翻太太啊，有啲咩嘢都要多多地同周圍嘅人講啊，醫生又好，屋企人又好，咁即係等佢哋提高個警惕啦。或者即係要做翻一啲，即係或者要做諗翻一啲正面啲嘅嘢，或者做翻啲中意做嘅嘢。但係香港人啊，或者廣東人都有一個傳統，就係話如果係有咗3個月都一定要過3個月嘅時候才可以公布呢個消息，因為如果太早講 BB 會小氣，有機會流產。其實呢個係咪真係純粹一個都市傳說呢？其實就真係冇呢個根據係話 BB 小唔小氣嘅。咁我諗大家最緊要最擔心就係因為早期懷孕頭3個月咧係個流產率係比起後期懷孕點都高啲嘅。我哋講緊可能10個懷孕裏面真係 up to 即係3個到係會有機會會流產。咁主要係佢哋自己細胞分裂過程當中一啲問題，即係個胎未必係好健康啊，咁所以引致到流產。咁所以我諗大家主要係擔心啊咁早宣布咗啦。咁如果真係有啲咩事流產咗之後，又要同親朋戚友解釋啊，咁即係會係一個難題咯，到時，所以先至有呢個傳聞走出嚟嘅啫。係是，但係另外一個 issue 咧就係早產，即係有時可能 BB 佢未過到嗰個懷胎10月嘅時間，就生咗出嚟啦。其實有啲咩會導致早產，同埋早產係咪又真係一個好有風險嘅 issue 咧？其實一個懷孕40周啦，咁通常37周打後，我哋就叫做足月㗎啦。OK， 咁所以就算喺預產期3個禮拜內，即係早3個禮拜出世，咁其實都唔叫做早產嘅。咁但係如果係37周之前出世嗰啲咧，就俾人定義為早產啦。咁當然即係早產有早產嘅問題啦。咁但係調翻轉嚟講，又唔係每一個早產 BB 都一定有問題嘅。咁其實好視乎翻佢早產到咩週數出世，佢幾重啦，本身嘅重量。同埋佢自己本身個懷孕有冇啲咩特別嘅風險？早產嘅風險，即係或者併發症，我哋通常就分早期或者長期啦。咁早期嘅併發症，我哋講緊可能一出世就已經知嘅，例如可能即係出嚟唞氣渣啲啦，因為個肺部嗰個功能未係好成熟啦。第二就係個腦部又係未係好成熟啦，變咗容易即係腦內出血啊呢啲情況。咁第三就係可能有機會影響到小腸嘅問題啦，例如就係比較常聽就係一啲壞死性嘅小腸結腸炎啦。咁呢啲都係有機會要令到 BB 出嚟做手術嘅。比較長遠啲嘅併發症，例如
可能真係想聽嘅，就可能係大腦麻痹啦。咁主要係一啲影響佢嘅四肢嘅姿勢啊。咁甚至長遠嚟講，可能有機會影響腦部發展、學習能力，甚至一啲長期病患咁樣咯。但係同一時間咧，有啲個案我聽過係 B B 咧逾期居留喺媽媽度喎。咁如果佢好耐都唔出嚟嘅話，又有冇一啲風險喺度嘅咧？講緊10% 嘅懷孕咧，都會有逾期居留嗰個情況啦。咁啊，逾期居留雖然我哋話40周，即係你個預產期之後就叫做逾期居留，咁但係通常我哋話真係要去處理咧，通常我哋就講緊41周打後先至真係要有啲治療嘅。如果佢冇其他風險嘅話，咁當然如果有其他問題嘅，懷孕期間唔順利嘅，咁當然有可能有其他原因需要早少少引產啦。如果唔係，通常嘅定義我哋講緊係41周打後可以考慮引產啊、催生啊呢一啲動作嘅。咁當然除咗呢一啲醫學上真係要俾藥啊或者一啲步驟之外咧，個太太其實37周打後都已經足月㗎啦嘛，佢哋可以考慮譬如喺家屋企嗰度做一啲運動啊，譬如坐下瑜伽波啊，行多啲樓梯啊，咁呢啲都有機會帶嚟一啲子宮收縮，希望可以早少少作動，就希望唔使等到41周打後做呢啲步驟咯。係是，好啊，咁今日好多謝鄭醫生你嘅分享，咁啊，真係知道媽媽幾咁辛苦生我出嚟，所以媽咪應承你，我會努力做一個好好嘅叉燒噶。下一集我哋繼續見啦，拜拜。胎盤咧，其實係懷孕之後貼住子宮牆壁生嘅一個器官嚟嘅。咁佢可以附喺子宮嘅頂部啦、前邊啦、後邊啦、側邊啦，任何一個子宮牆壁嗰度嘅。咁一般上嚟講，接駁住胎盤同埋個胎兒中間就係條臍帶，臍帶咧就係負責輸送一啲氧氣啊、營養啊，去到幫助 B B 繼續長大嘅咁。咁另外臍帶亦都會幫 B B 帶走一啲廢料啦，離開個 B B 嘅。咁一般上嚟講咧，胎盤比較罕見嘅就係有時可能會喺個子宮底部啦，冚住個子宮頸或者好近子宮頸呢啲情況，我哋叫做胎盤前置。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，撳埋個鈴鈴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